蔡宗协在无法抗拒的他中饰演生前男二梁杜赫，一直默默守护在女主角身旁。虽然最后告白失败，仍虏获大批粉丝的信。之后他还演出了《来魔女食堂吧》，饰演魔女食堂工读生李吉勇。为了宣传戏剧，和主演宋智孝、南智炫等人参与各种综艺节目，也获得不少讨论度。近日他为时尚杂志拍摄一组写真，一改平时暖男的形象，不仅展现了酷帅的一面，还露出太平洋肩膀和精壮的手臂，让粉丝惊呼身材也太好了吧，不笑的时候也很帅，希望能看到他更多不同的作品啊。